嘴发贵，要贵人啊！阿妈，你为什么不爱用马？要遐尼啊费气家己吹啊？五孙哦，你拢唔知影这个意义啊！咱过年吼，这个灶卡唔通安尼叮叮叮灶，咱家就爱有火，厝内唔只会温暖，这叫做家火。在你入厝哦，咱就包一个红包，讲祝你赚家火哦，就是这个家火啦，知无？哦，安尼我知呀。阿嬷，啊，为什么一定爱有花粿、甜粿、菜头粿、包仔粿啊？啊，这吼、就是新历有些旧历无变，即个隆重爱拜祖先，拢爱准备这物件呢，你知无？即个。发粿要发钱，啊甜粿嘞，啊甜粿要带年啊，啊这个啊那是这个包仔粿要包金，啊那亲像这个菜头粿就是要吃点心，这拢要拜祖先的啦。啊可是哦，这个菜头粿唔免包，菜头粿是要吃点心，阿妈是不能吃这个粿的。阿嬤，啊你發粿，咱家會發？別，喔喔，你這大點嘴的，人過年在咧吹粿，不用咧烏白講話啦，愛講好話哦。好，金豬過新年。啊咱金豬就改起來，肥肥肥。祭奠大家講恭喜。阿娘子啊，祝大家平安，大賺錢。十一月六行火，十二月六。